客车驾驶行经路口时，不慎自撞分隔岛翻覆，警方获报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及交通疏导管制，驾驶仅受些许擦伤，经实施酒精测试，测试值为 0.79， 已触犯公共危险罪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含饮用含酒精饮料后，请勿驾驶车辆，以免造成自己及他人危险。